有时候我认为一个演员，他的成就不光是在他的多少的票房，或许是他拿过多少奖，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在观众的心里留下永恒的永久的一个好印象，好印象。那么今天的打手印，就代表着好多观众还有就是影迷支持我，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。